青秀山变身南宁夜花园，夜夜笙歌，玩转夏天。八月一号开始，南宁青秀山就变身成一个超靓嘅南宁夜花园。由晚上七点到十点，周末同假期会开到十一点，大家就可以在青秀山北门那边尽情享受这个充满梦幻的夜晚。想看下奇花异卉，想在花园市集度寻宝，定是想同恐龙做朋友？在南宁夜花园，乜嘢都有，仲有萤火虫闪啊闪，好似童话世界咁。除了睇靓景，仲可以睇表演，听住梁祝咁嘅经典音乐，睇住舞者喺水边翩翩起舞，真系好浪漫啊！其实呢几年，南宁一直都喺度营造一个夜夜笙歌嘅城市，青秀山嘅南宁夜花园就系其中一个好例子。青秀山的负责人说，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11月17号，暑假、中秋、十一都可以来玩。很多人都说，之前试玩的时候，竟然有很多人很喜欢啦。咁啱住在南宁或者要去南宁玩的有仔有女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去处的话，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。最后要讲下，这里是收费景点。南宁夜花园活动门票价格：一、门市价35元一人一次；二、优惠价20元一人一次。大家又有没有去过青秀山呢？又对这里有些什么印象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下。